管线穿梭在部落后方的山谷溪涧中，潺潺溪流隐匿在幽静的森林里，显得格外写意。所以我们这边哈，又跟着部落巡水员沿着林班地一探究竟，映入眼帘的是南投仁爱乡卡杜部落的水源地深处。下大雨的时候，这边都会堵住。巡水员用手清除水源地引水处的枯枝落叶，几乎每天都得翻山越岭，沿着管线徒步检查引水设施，特别是汛期期间更为辛苦。我们就是从这边取水，这个是我们第一时间哈，为了要取水，所以我们拉这些管子，就从就是就近拉水来供部落用水。由于一般自来水无法供应到海拔较高的山区部落，族人只能申请简易自来水设施，架设管线接取山泉水来使用。但每逢汛期或台风季节，暴涨的洪流总是冲毁族人辛苦牵引的管线设施。我们那边的那个水管就已经断掉了，然后我们那边的管线都已经断掉了。对啊，因为如果说这边没有水，这边没有水，就必须要再往里面做岩管拉水下来，我才有水喝啊。因为到枯水期的话，我们这边就没有水啊，连包括这里都没有水，是干的，所以必须要在往最里面才能够拉到水。除了要克服夏季汛期的高涨水势，面对冬季干旱时节，枯干的溪流无水可饮用，族人得再往水源更高处寻觅其他饮水地点。像这个雨季的话，大部分都会来看水了，几乎每天呐，甚至我早上有来清过，然后下午如果下大雨的话，还要再清一次，这样子。我很辛苦哦。就是辛苦，但是也没有办法啊。为了村民的饮用部分饮用水我们就是还是要辛苦一点的。这边是我们的水源头的一个那个水塔，是在这里。但是因为如果到枯水期的话我们这边就没有水了这一带没有水，所以这边没有办法取水，所以必须要加一些岩管到上面。简易自来水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它的水源很容易不稳定，它常常因为干旱就没有水了，因为它位在比较上游的地方，那它有可能台风让砂石带下来的污染就造成供水中断，而且它的输水设施因为要翻山越岭，就很容易受到这种崩塌啦、这种土石或是相关的灾害的影响。只要一天两天不用水，大家都很辛苦。那因此我们这一次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里面，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补助，让我们的取水的系统、我们的输水的系统能够升级，能够做比较稳固的一个系统。那第二个我们也尝试，那希望做所谓的远端监控、远端的水质以及管理的监控。水利署资料显示，目前全台仍有55万左右住户没有自来水可使用，当中只有接近10万住户申请使用简易自来水，其中就有5到6成住户是位在原住民族地区。政府推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期投入256.7亿在水环境建设，希望做到民生产业都能稳定供水。但山区供水环境难度高，如何克服先天障碍？立委郑天才认为，可先从管理委员会建立良善制度。我们的管理委员会有没有做好这个相关的这些
常常去做有妥善的管理啊，因为毕竟管理委员会它的经费连中央园民会的预算在这个区块过去都很少，那现在到了这个经济部水利署，它是不是这个去衔接这个部分也都是需要再去追踪。然而桃园市政府早已率先编列2000万元成立46处简易自来水管理委员会，并施作基础设施改善工程，成为目前简易自来水设施管委会的管理模范之一。为了让我们原住民族人能够有充分用水的安全，我们现在也在辅导成立管委会，总共有46处。这46处我们市长认为说原住民用水应该要给他一个正义，因为我们看到石门水库但是吃不到水，所以说这46处的简易自来水的系统，我们市长就编列了2000万的经费来挹注这样的经费来改善他们用水的品质。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净水池，那我们的水从那边进来以后，这边有沉淀沙，先进水一次，水到这边以后它过滤再下去，然后底下它有一个高度嘛，它会把一些杂物会沉淀，大概我们每个月是会来巡检2次最少，那一般是一个礼拜会过来看一下，在一个礼拜走一趟，到水源清水源头啦，或者是看看排排沙哦，然后看水量够不够。我们简易自来水有两个巡水员，他是占非常一个重要的角色，灵魂人物。他们要常常去深山，因为我们去巡水的时候是走峭壁险岩，非常危险的一个工作，我们都会给他保险。没有水，会跟我们委员或是我们这个单位去反映。那当然，他跟我们反映的时候，民生一定要供应他们有水啊，那就是巡水员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这个系统是非常非常的健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在开会嘛，有问题马上去解决。前瞻建设针对无自来水地区供水改善计划，第一期总共编列2.3亿元。水利署表示，未来还会增加到9亿元经费。针对自来水普及率不到70%地区，全额补助自来水管管或简易自来水的管线设施。前瞻计划里面，我们在106年到114年呢，要再增加投入9亿元的这个经费，在我们3区里面，不容易从自来水来拉到自来水来得到自来水的服务的地区，我们帮他新建简易的蓄水、取水跟输水的设施。这些自来水工程新建好之后，它常常会因为台风就受到损坏，而且它也需要有人来管理，来保持它的水质能够符合饮用水的标准。那这种营运管理的这种补助，那也是这个计划会来支持。有我们家户如果想要接简易自来水或是接自来水，那它的这个用户的线呢，因为在原乡你要拉到自来水干管常常非常的遥远，那这个经费非常大。那这一次我们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对这种我们自来水普及率不到70%的地区，我们是全额来补助。不过担心水资源建设经费若以竞争型计划方式来争取，恐怕严重影响原乡族人权益。立委郑天才强调，已经跟水利署达成共识，在无自来水地区供水改善计划将框列10%比例经费，要保障原住民族地区的用水权益。因为过去已经有了这个惯例啊，所以他目前经济部水利署他是承诺是不会用竞争型的方式，原住民的部分了啊，105年之后就基本上都是10%的一个比例，原住民的部落的部分应该要做一个框列一定的预算、一定的比例，而不是去跟一般地区的去做一个评比，这样的话我们才有机会。
简易自来水系统的建立，解决了山区居民无自来水可用的困境。但简易自来水仍有一些隐忧，也就是生菌素过高的问题。但族人普遍难以接受饮用水中加氯的消毒气味，因此除了必须煮沸才能饮用之外，有族人建议前瞻计划可补助净水处理设施，让族人能够饮用到新鲜无菌的供水设施。比较难解决就是大肠杆菌的部分，但因为我们原住民要喝加氯的水，他们绝对说不习惯，所以说我们就会给他们先导，我们大肠杆菌只要你们的水煮沸的话就可以饮用。所以说目前我们46处的我们都不去加氯，因为这部分一加氯的话，原住民他口感觉得说这样喝这个水很不习惯。原住民的部落的水源大概都是来自山上的水流下来，那它的水源地的话，大概是取水的部分大概就是会动物也会去饮用，那动物除了在饮用之外，它动物也会在那边做排泄，所以它那一些水当中都会有所谓的大肠杆菌生菌素过高，原因在这个地方。那通常留在下面的话，如果我们再去做冲洗啊、浇灌，这些完全是没问题的。但是那个东西如果要喝的话，对我们来讲身体上可能会拉肚子，可能他们或许山上的人喝习惯了，不没有感觉，肠胃可能很健康。可是如果我们平地人一来一喝，大家就不行了。水环境建设计划，政府希望提供民众远离水患、安全用水的居住环境。但全台无自来水地区多达55万户左右，要能足以改善，可能还需要更多时间。我们现在大概差的就是在这个蓄水池的部分，因为你山上多少水下来，你如果没有蓄水池，或者说战备水，我们讲战备水也好，或是蓄水池也好。如果蓄水池再多一些的话，可能会比较好。比如说在3天、5天、一个礼拜，虽然它断水，但是我们有蓄水池还可以用。山区用水困境多，每逢风灾豪雨，除了面临停水问题，就算管线修复，饮用水污浊更是经常发生。族人认为，目前最直接改善的方式，除了加强简易自来水设施，应该增设更多蓄水池，并加装过滤设备改善水质。且瞻计划能否对症下药，解决部落居民期盼的用水正义？